加埋埋咧，其實都已經踢咗20年波㗎啦。哇！20年好耐喎，但係想問下點解你會玩足球呢個運動呢？因為我細個時候咧，就俾我阿哥帶啦。咁其實我落街，即係可能你細個我哋冇乜嘢玩啊嘛。咁啊，落街場玩。咁啊，慢慢轉戰之後咧，咦唔係喎，出足球小將喎。咁足球小將嘅時候咧，咦落街踢波嘅人好多人睇。咁同埋當時阿哥佢哋咧就踢波啦，咁啊帶住我出身。 咁所以咧，當時就入咗去，咁啊唔打唔撞之下咧，由小學去到中學嘅時候咧，有得加入香港隊喎。咁開頭我淨係踢咩都未玩過，咁啊一踢波就入，即係入咗區隊啦。之後又入咗香港隊，跟住就一路發展一路嘅歷程咧，就一路繼續踢落去啦。都冇諗過會係揀咗足球，而係可能係足球咁啱就揀咗我，咁就繼續踢落去啦。 你有經歷過打籃球啦，有經歷過打足球，咁點解即係兩樣嘢入邊，你最後選擇咗足球咧？即係足球有咩吸引力令到你即係選擇佢咧？係啦，因為咧籃球咧，我成日睇，哇，唔係個 NBA 嗰啲或者係學校嗰啲都係啦，好似球球都入咁樣嘅，係啦，成日入波，係啦，成日入波喎，咁冇乜趣味性啊！我嗰時打籃球，我都成日咦，成日入波唔係好難啫，咁但係踢波咧有挑戰性喺度，就可能一場波90分鐘裏面，哇，要你入一球。 真係好難嘅，你成日要諗方法點樣去入波啦。咁諗入波之餘，又要諗下點樣可以守住，唔可以失波喎。咁呢樣個挑戰咧，係比較困難。 記得咧，頭先有講過話咧，你係中學開始踢嗰陣咧就唔打唔撞已經入咗港隊啦。係啊，咁我相信你肯定好大壓力啦。你可唔可以分享下你喺港隊入邊有冇啲咩經歷咧，可以分享下俾我哋咧？係咁啊，試過一場比賽裏面咧，就個體力咧，其實我阿 Sir 都話俾我知，嗱，如果你體力咧唔夠咧，就記得出聲同我哋講咯喎。咁但係咧，我真係走去同阿 Sir 講啊嘛，我阿 Sir 唔得，好攰啊，哦，你攰啊嘛，同埋喺後面，嗱，你可以出嚟，但喺後面同我跑，跑到完場為止。 跟住咧，即係你其實你唔喺球場裡面休息，即係你冇得休息啦。其實你話同佢攰，其實因為個心裡面都係諗住休息啫。但係原來出到嚟，你都係繼續跑嘅，跑到完場為止，仲要係跟住再加操喎。因為佢就話咧，你體能唔得啊嘛，係嘛？唔得就加操啦。係啦，就撞到啦，練體能嘅。咁當時咧就知道唔得，要將呢種心態咧轉戰翻球場。 即係如果我真係攰嘅話咧，我應該係要喺球場嗰度更加努力啲，再加操。我寧願唔係喺球場出面去加操，我係喺要練到係喺球場裡面，我踢得到90分鐘或者係加82分鐘呢種體能先至得咯。咁就係啦，咁就因為呢個教練啦，咁啊對我啟發咗都好多嘢咁樣。嗯嗯嗯，係咪都即係要堅持嘅信心啊，或者嘅耐性都要好多咧？係啦，即係唔可以放棄咯。好似除咗體能呢一 part 之外啦，好似有一場比賽咁樣，我哋上半場輸緊兩球。
話當時啲人可能覺得話唔係喎，輸緊啦咁嘅攻勢咁樣。但係我哋入去更衣室啊半場去傾一傾嘅時候咧，同教練傾完之後，喂唔得嗱，我哋睇到佢大概有啲咩弱點，我哋先保守少少踢。但係咧，如果踢個反擊嘅話咧，佢嘅對手咧就冇我哋苦啦。咁你講一講。下半場出到去，希望我哋就係聽到教練嘅指示，我哋盡力去做好佢啦。但係點知咧，真係有咁嘅效果，咁啊最後反勝翻3-2。咁呢一度咧就真係要多謝教練之餘啦。咁啊佢睇得到呢樣嘢出嚟，而我哋嘅球隊又真係有咁嘅默契，一齊去做到呢件事，先至可以去反勝咯。如果唔係，可能單靠一兩個人係未必去做到呢件事。同埋當時我哋心態咯，唉兩球死啦，輸緊啦。好彩有教練嘅鼓勵之下咧。咁我哋先至可以去繼續完成到呢個比賽，同埋贏咗。咁係咪12年嘅職業生涯入邊都係好輝煌嘅咧？即係永遠都係即係好似你咁樣，14歲已經喺緬甸啦。咁係咪一直都係咁高峰嘅期咧？都可以話係咁講，因為我嗰段時間咧就出咗去唔同，譬如亞少啊、亞青啊呢啲咁嘅比賽咧，好多大型比賽咧就去好多國家嘅地方咧就見識過好多。咁啊，同埋亞協杯啊，即係喺球會嗰度啦，有亞協杯啦，香港隊有奧運啊、東亞運呢啲，其實都係一路一路追住個目標，即係每一兩年咧就會有一個比賽，係啦。咁啊，每年都差唔多去2-3次世界各地啊咁樣去比賽嘅啦。咁所以係啊，其實係好多目標咯。2009年嘅時候啦，就東亞運，咁啊比賽嘅時候咧，我一個禮拜咧正常係要練差唔多18課波。你諗下18課波，七日裡面有18課波，即係每日起碼要練2-3課波。每日練2-3課波，當咁我哋練一課波差唔多個半鐘啦，但係前前後可能加埋2-3個鐘頭咁樣嘅。咁一個鐘頭，一日裡面你要練2-3課波，你諗下嗰個時間，我朝頭早練完，晏晝又練，夜晚又練。咁嗰段時間就我練得好攰，係啊，真係練到好攰。其實我都同阿教練講，我真係想休息下，但係冇啊！你嚟到喂球會出糧，香港隊咁啊，仲有個5人代表隊，咁全部都係即係啲代表性球隊嚟嘅。咁你邊度有得息啫？咁教練就係、喂，如果冇人㗎，你唔得，你點都要企都要落嚟企㗎。咁其實你個心態當時係我攰到你，我直情搭車都瞓緊覺，跟住。直情著衫話換衫褲嘅時候都話唔想出去球場，即係你厭倦到已經係唔想踢波咁啊！但係為咗個比賽，其實你都要堅持落去，想捱埋佢捱嗰一關，即係完咗個覺得2009年完咗就好好噶啦，一定掂噶啦，跟住就踢翻職業啊，慢慢踢啦。咁但係去到最後咧，臨比賽之前嘅即係2009年啦，咁我球會又唔算話好好成績。咁開頭咧都同球會傾，喂，我香港隊先行先㗎，我就唔會踢球會嘅比賽住，但係球會出糧俾你㗎嘛，冇理由唔踢㗎嘛。咁就一場比賽裏面咧，焗住點都要落場啦，因為輸緊。咁啊落場踢啦，就係一個唔覺意俾個球員一夾住只腳，跟住就十字韌帶斷咗。開頭我仲喂我都唔知咩十字韌帶斷咗啊嘛，咁我開頭腳痛啦，腫咗，喂好似傷傷地，我冇力喎咁樣講啦。跟啲教練話冇事嘅，你過多一兩日啦，好翻㗎啦咁樣講。哇，一兩日唔得喎，不如我自己睇即係 claim 保險啦。咁你不如車我去醫院，我睇一睇 check 下啦。跟住一 check 係啦，跟住就斷咗十字韌帶。跟住咧就打曬俾啲球會啊、香港隊啊，全部都話我傷咗。跟住最大嗰、那個最快康復期咧，即係同翻佢講，可能要1年。跟住就全部取消曬，乜都冇曬，跟住就。峰輝，我哋都想問咧，因為頭先有聽過你係有一段時期係受傷咗啦，跟住就去唔到比賽嘅。咁我哋都好好奇，因為其實我哋成日知道做運動，尤其是足球啦，佢受嘅傷咧應該真係會好大、好嚴重。咁我想問一下，譬如你喺比賽上可能會停咗啦，咁你喺生活上有冇啲咩轉變咧？因為通常受咗傷之後，啲人就會唔敢再做運動。有冇啲咩事會令你要繼續堅持落去咧？如果講堅持嘅話，其實真係我好想即係再多一次落場踢波啦。雖然錯過咗個黃金期，即係2009年東亞運啊咁樣，其實我都好想落翻球場去踢波嘅。咁所以咧我2-3年嘅康復期間裏面，其實我有去過即係依個都係受傷之後咧帶俾我啦。譬如我去過澳門踢過業餘聯賽啦，咁啊去過翻大陸就係踢啲又係比賽啦。咁呢啲咧，其實如果我踢職業隊嘅時候咧，
不是不行，要其他國外的球隊看到你，就有機會去上去踢下一些比賽啊，咁樣啦，或者係踢到中超隊嘅或者中甲嗰啲比賽。咁而家好多球員其實都是出國去比賽噶，咁但是受傷之後，我是用呢段時間我嚟咁樣去康復翻，咁其實是見識了很多咯。同埋受傷的時候，我都會學咗好多，譬如點樣去管理翻，譬如傷咗，你點樣包扎啊？呢啲咁嘅效果，即係可以點樣去保持，就唔好再受傷，唔好再落到球場嘅時候咧，唔會再點樣驚啊！即係要係咯，好多嘅嘢去可以學到咯。大家好，又是我文心和大家做熱身了。我們熱身的第一部分，記住是先把身熱了，暖了身之後我們先做伸展，感覺效果就會更加好了。之前那幾集我一直都是以原地踏步作為我們的基礎，我們會加了一點前後左右的方向。今天呢，我想加另外一件事，就是大家用自己的腳去畫自己一個正方形。我等陣就會示範一下一個慢的動作，然後大家就可以跟著了。咁我哋首先咧都系做原地踏步啦。首先我哋准备开始咯，原地踏步，原地踏步，原地踏步，准备向右，右右后后，左左前前，系啦。咁咧就其实咧你系可以咧自己去画一个任何形状都得噶。你可以一路原地啦，你可以自己咧就向左向右啦，画自己嘅形状。咁第一個部分咧，我哋咧會進行三分鐘啦。之後咧，我哋就會進行我哋嘅以身嘅第二部分，就係我哋嘅動態伸展啦。今日咧，我會介紹三個下身嘅動作俾大家去做嘅。咁第一個動作咧，我哋就會做一個小腿嘅動態伸展。咁首先咧，我哋會做咗我哋嘅左腳先啦。咁然後咧，我哋嘅右腳少少曲嘅，左腳伸出嚟，腳踭掂地，腳趾指向天。然後咧，我哋咧會少少個身咧就會彎腰。然後我哋好似綁鞋帶咁，但系咧就唔係落曬去，咁跟住就上翻嚟，係啦，好似一個抱球咁樣嘅角色嘅動作。而家我哋轉另外一隻腳啦，右腳伸出嚟，左腳少少曲嘅，腳踭左右腳嘅腳踭墊地，腳趾指向天。跟住我哋咧隻手同埋個腰咧就慢慢彎低啦。然後咧我哋差唔多嘅時候咧就上翻嚟，望翻喺前邊，係啦。咁我哋可以咧左右腳咁轉每邊三下，或者每邊六下。系啦，咁第一个动作咧，我哋就完咗啦。第二个动作咧，我哋就会做一个小弓箭步加转腰嘅。咁咧，我哋首先我哋会做咗我哋左脚踏出去先，左脚踏出去，然后咧，我哋嘅脚踭系离地嘅，脚踭系离地嘅，系啦，个膝头有少少曲嘅，系啦。然后咧，我哋就会转向我哋嘅左手边，系啦，然后定一阵，翻返去中间，再踩翻上嚟。踏只右腳出去，腳踭離地，然後咧慢慢個腰轉向右邊，然後翻翻中間，再上翻嚟。這個時候咧，我哋停嘅時候可以留三至五秒啦，然後翻翻嚟就上翻去啦。最重要咧一樣嘢就係我哋個動作要慢嘅，我哋唔好咧咁樣摁下摁下，唔要呢啲動作，我哋要踏完之後慢嘅，定喺度 hold 住三至五秒，跟住翻翻中間。再企翻好，平衡好，我哋先做另外嗰边。O 唔 OK？ 好啦，咁我哋咧就做第三个咯。第三个动作咧，我哋会做呢、髋关节嘅动态伸展嘅。咁首先我想大家咧可以叉住条腰啦，然后咧两只脚咧可以抹阔啲，系啦，一样咧而家先咧系脚趾同埋膝头哥都系指向前面嘅。咁我哋会做咗我哋右手边先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将我哋右脚指向我哋右手边，系啦。然后咧，慢慢向前面靠，向右边靠。前面只脚咧变咗咧系有少少曲嘅，后面只脚咧要伸直嘅。咁睇下咧，前面只脚个膝头哥可唔可以啱啱好遮住咗个脚趾？系啦，如果我望落去见唔到个脚趾咧，就啱噶啦。如果我咧太多咁样样又唔得啦，啱啱好见到嗰个脚趾头咁就得噶啦。咁喺呢度我哋又喺度定五至十秒啦，然后咧我哋就弯翻直。跟住將只腳變翻向翻前，好啦，咁我哋做另外一邊咧一樣嘅，左邊只腳又指翻過去左邊，然後慢慢咧只左腳曲，慢慢靠前，後面只腳直嘅，係啦，個人可以打斜少少望住，由左手邊，然後又係喺度 hold 五至十秒，跟住慢慢硬直翻，然後只腳趾翻翻去前面，
咁呢個咧，我哋可以每邊咧做六下。咁我哋慢慢起翻身啊。係啦，當我哋做完動態伸展之後咧，我就將時間交翻俾金輝教練啦。咁我哋咧可以做一個球感嘅練習，咁球感練習係會點樣呢？咁其實係你起碼會預知到個方向啦，預知到嗰個球嘅速度，佢向係喺邊度。咁如果個球感做得好嘅，咁你咪控制個波嗰個速習性會比較強。我哋如果喺屋企咁可以點樣做啦？有冇話要點樣去控波啊，或者點樣 feel 個波會比較啱呢？係啦，咁我哋一般咧就會有三面睇，你睇下啦。咁例如腳面。腳內側同埋鞋底好似而家咁樣踩住個波，咁不如我哋由最基礎嘅開始去講起先啦。好，咁啊，準備啊，誒，高勇，不如你嚟試下啦。我做一個示範，跟住你哋都做一個示範喎。好似我咁樣啦，咁我做一個快板嘅動作咁樣去做先。係啦，咁踢波咧呢啲咧都係一個球感，這個呢個咧就係想喺個腳底裏面咧做一個球感嘅。因為咧，你如果做得好嘅咧，可以拉前拉後去左啊去右啊，你都可以做得好嘅。好勁喎，今日靠你。係啦，咁如果我哋咧配合長者嘅話咧，可以慢慢嚟，就一步啦，譬如左腳，之後我哋就轉右腳啦，係啦，咁樣去做，係啦，我哋嘗試下可以做十腳啦，係啦，係啦，咁啊可以練咗個球感喺邊度先？崔教練，你會建議大家幾多下為之一組，做幾多組好咧？係，咁我建議咧就係做十下十下咁樣一組啦，咁啊大概會係做三至四組去做練習嘅，咁啊可以做曬三個唔同。先至再下一組咁樣去做咯。O K， 咁啊十下十下 ，O K， 好容易記。但係大家做嘅時候記得唔好十下十下。咁啊呢一個就係腳板底嘅球感練習啦。咁頭先你仲話有鞋面啦，同埋腳內側噶嘛。咁啊又可以點做咧？你教我哋第二個做咩好啊？好啊，咁我哋就做腳內側先啦。好。咁腳內側咧，其實同傳球可能有啲共通點，就係用腳內側去傳球。咁但係咧，我哋就唔係傳出去啦。咁今次咧，我哋就係用兩隻腳，左腳交俾右腳，右腳交俾左腳去傳球嘅。咁如果老友記做得好嘅咧，可以眼望前面，咁可以訓練埋個球感，預知道個波咧去到邊度咁樣啦，去做啦。哇！我今次教練好似好輕鬆咁喎。好，跟住到佢哋去示範啦。我望住你哋，我都想咁樣坐落嚟啊！係啊，你哋幾時嘅事啊？頭先金輝教練唔係咁嘅喎，個波黐住咗個腳內側嘅喎。啊，金輝教練有啲咩巧妙呢？其實我哋初學真係會咧，越踢咧，其實個波會走噶嘛。點樣可以控到佢真係兩隻腳中間比較準確一啲咧？係，其實咧就會喺個鞋啦。如果有 logo 嘅，可以睇第二隻腳上嚟睇下先。係。咁就呢度佢有個嗰個位置啦，你當呢個係有個 tick 啦。係。咁我呢度咧就冇嘅，但係有 tick 點點啊嘛。咁咧我哋就會用呢一個內側嘅位置喺呢度呢個位傳個波嘅時候咧，都係用呢個位置，即係你有個 tick 嘅話咧，就喺個 tick 嘅位置就可以傳。啊，金輝教練，我相信。你嘅水平咁高，應該咁樣係難理唔到㗎嘛？咁進階版你可唔可以示範俾我哋睇咧？進階睇下好啦。係啦，進階版咧其實係嗱，你做好咗個開頭啦，咁其實咧只腳咧都有少少微曲嘅動作嘅去做嘅，咁個練習咧會好啲。如果成熟咗啦，你睇到個波可以傳到左右移啦，咁咧就可以慢慢開始去望向前面啦。咁啊可以訓練睇下個波去咗邊度，個球感去咗邊啊？有時我都睇咗去前面。咁我就會標下波去邊，去咗後面嘅，我就知道啦。咁可以訓練翻個球感咯，盡量望喺前面咯，係啦。係喎，記得要曲腳喎。頭先我都唔記得曲腳。如果直腳咧，就好似一個不倒翁咁。係啦，如果直腳就得嘅啦。即係盡量腳，盡量咧膝頭要保持微曲嘅。
咁啊，兩隻腳。喂 ，Cici 啊，你都好睇喎。你有呢個足球運動？但要往前邊，往前啊！我望下先，試下得唔得？去邊啊？呢個波喺後面喎，係啊，啱啊，啱啊，你都知道個波喺後面啦，係啦，咁呢個就係。Yoyo 就下前。真係叫 Yoyo 都好。咁呢個就係足弓嘅足即係腳內側嘅球感訓練啦。咁仲有第三個頭先啊，金輝教練你話用鞋面都可以感覺到個波喎，點樣做咧？係啦係啦。咁我用側面去俾大家睇啦。咁鞋面係乜嘢呢？即係個滑鞋帶嘅位置呢度就會去做啲動作啦。咁個動作係點樣做呢？拉個波過嚟先，用個腳面踢出去。跟住如果可以嘅話咧，左右腳各一次，係啦，跟住左腳、右腳、左腳、右腳，可能個腳面推翻出去嘅。因為咧呢個動作咧可以負責。帶波嘅時候，我哋通常咧會用個腳面咧去帶波噶嘛。咁呢個咧就可以自己感覺到帶波嘅時候個力水，譬如我一帶咗，咁咪會踢咗出去咯。咁但係可以控制翻，我控制個水平，可以喺附近位置噶喎。咁你咪控制到個足球，知道個方向。有時可能推咗去一邊，我都知道佢個方向喺邊度咯。嗯，咁呢個就係鞋面啦嘅足球感訓練啦。咁我又試下先，拉佢埋嚟，踢出去。踢出去拉佢埋嚟，輕輕推出去。喂，呢、這個容易啲喎，我覺得。係啦。呢、這個會係咪啊？即係我覺得個要點咧，其實都係其實記得要提高你個膝頭哥去用。如果你咧直腳咧，即係由第一個訓練咧習慣咗直腳咧，其實呢個難度就會高好多。俾阿蕭培你試下。過嚟，出去。係啦，打翻嚟，出去。係啦。咁如果我有個進階版咧，可以俾大家嘅就係、是，如果你前面已經做得好好啦，直線，你眼望前面又已經做到啦，係啦，咁嘅時候咧，可以試下做左右兩邊啦，即係拉出去踢出嚟，拉出去踢出去，即係個八字咁去，係應該係個 V 字型咯，係啦，好似 V 字型咁樣，係啦，左右兩邊嘅，你見到個路係啦，試下咯又可以，係啦。係啦，就踢出去嗰邊，踢出去嗰邊，係啊，跟住拉翻佢哋，就踢出去嗰邊，係啦，咁你就攞到佢哋集到㗎啦，係啊，呢個就係進階版咯，係啦。各位老友記喺屋企做嘅時候咧，記得要注意安全，因為咧有一個踩波車嘅風險，咁所以盡量咧可能喺一個安全嘅位置啦，搬開啲雜物啦，同埋扶住埲牆，萬一平衡唔好。慢慢做，唔使急，可以按部就班嘅。咁但係阿金輝教練，好似我咧自己屋企都冇足球噶嘛，因為 Sylvia 你哋有冇咧？冇嘅。咁點算啊？金輝教練，你有冇鬼仔啊？係，咁我而家我哋就翻去室內先。咁我而家就示範一個點樣去做一個球感嘅練習啦。好，好，一二三，喂，翻到嚟室內啦！啊，喺一個安全嘅家居環境底下，我哋如果冇足球，點樣做？訓練啊，金輝教練。係啦，咦，今日咧我就帶咗個膠袋過嚟啦。咁膠袋點樣可以變到個足球出嚟咧？你係咪識變魔術嘅咧？係啊，而家就變個魔術俾大家睇先。係啦，咁就變咗個足球出嚟啦。哦，原來係呢一個輕巧版嘅小足球。冇錯啦，咁啊好似個球嘅形狀啦。咁咧，我頭先就練咗呢個球感嘅練習啊嘛。咁咧，其實喺屋企裏面咧都可以做嘅。咁如果唔想即係屋企冇波或者波係太危險嘅時候咧，可以用呢、這個膠袋自制嘅足球，咁我哋都可以做翻啲練習。咁不如你示範下俾我哋睇下。好啊，咁啊，首先咧，我哋就會咁樣接住個波先啦，跟住就放落去踢翻起佢去接翻個波，咁、就可以去練習呢個控球噶啦。咁如果技術好少少嘅話咧，就可以連續啦，跟住可以踢下咁樣去接翻個波啦。喂，咁呢一個同我哋真正例如阿金輝教練，你平時喺球場上面踢波咧？你哋嗰啲控球訓練係咪都係咁做嘅咧？係啊，大致上都係咁樣啦，即係好似頭先一樣，我哋會用正面啊、內側啊、鞋底啊去做啦。咁我哋其實大髀咧都可以去練習埋噶嘛。咁大髀譬如依啲咁樣，我可以控過啦，跟住或者用腳內側可以去做翻啦，係啦，或者腳面都可以係去做的。做翻呢、這個係啦，做翻啲簡單嘅。咁又係喎，這個波咧應該就唔怕打爛電視啦。係啊，係啊。但係唯一咧要留意就係大家唔好失平衡，可能都係咧扶翻住埲牆啦，去做呢一個相
球訓練會比較合適。咁啊，今日多謝曬金輝教練啦。咁我啊做完運動都要跟阿文森拉下筋做下伸展噶嘛。好，頭先跟袁金輝做呢一個球感訓練之後咧，咁確實我哋頭先都提醒個老友記喺屋企咧，真係要小心踩波車，因為一踩波車咧，其實你就會有拗柴嘅情況出現，就整傷你個腳腕啦。咁但係我相信阿文森運動防護員嘅角度咧，其實腳腕嘅傷患咧，整傷完啊，或者點樣處理可以避免再出現拗柴情況咧？可能老友記都會有呢個腳腕傷患嘅困擾噶嘛，點樣可以強化翻佢咧？係啦，今日咧我就會教大家四式去幫你去預防呢一個足踝咧再次受傷嘅機會啦。呢、這個足踝嘅部分係邊咧？阿文森教練就可以指清楚俾我哋睇下咧。腳眼啊，即係我哋嘅腳腕嘅關節。哦，腳腕嘅關節，咁拗柴咧，通常就會咁樣啦，係啦，或者調翻轉啦，嗱呢個就應該少見啲啲嘅，咁多數都係咁樣拗一拗嘅啫。咁點樣可以強化翻佢啊，或者增加嗰個關節嘅靈活度咧？今日咧第一式我想教大家咧，就係我哋透過我哋嘅腳腕關節咧寫啲英文字母啊！哇，呢一個可以玩腳嘅猜猜畫畫喎，即係如果老友記喺屋企可以咧，即係揾埋屋企人一齊玩下呢一個猜猜畫畫，用腳去試下畫英文字母。係啊，咁樣有咩好處咧？嗱，假如我而家畫個大街 A 啦，唔畫 A 都得嘅，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都得噶。係，咁其實就係希望個關節係咪靈活喐動多啲咧？喐翻翻嚟，有時候咧，你咬完柴之後咧，咁有一邊嘅幅度咧就少咗。係，咁我哋要用翻自己個力咧去練翻嗰個關節嘅幅度出嚟。咁呢個第一招啦。OK， 咁呢個其實可以有啲互動性，直情揾埋屋企人一齊玩。喂，文森，我同你玩下遊戲啊！你估我而家畫緊啲咩啊？係先，我估你畫我。梗係唔係啦？我而家畫緊三點五師傅啊！你見唔見我畫緊個火柴人？真係有啲，有啲想像。咁第二，我哋而家嚟緊第二咧，我想教大家咧，就係要練翻嗰個外側同埋內側個幅度，因為頭先咧有提及過咧，就係我哋會有時候會內側咬柴啦，呢個比較多啦。咁然後有時候有啲人咧都會有咁樣內側嘅外側咁樣樣咬出去咁所以我哋咧，當我哋練嘅時候咧，要練翻我哋咧小腿嘅唔同嘅肌肉啦。咁我哋首先咧，我哋又可以我諗吊住會好啲嘅，可以順便練下你嘅大髀啊嘛。係啦。咁我哋要練翻個幅度咧，就係我哋要向外、向內去練翻嘅。如果你成日咧都係咬向內嘅話咧，咁我哋就要練多啲向外嘅動作啦。哦，即係調翻轉頭，係啦，逆翻佢嘅。如果你成日都係咁樣向內咁樣咬咧，咁你要練翻個動作咧係向外咯。向內，哦，點解要咁做咧？因為有時候咧，你一練咬完啦，我當咁樣樣，呢度有時候咧會夾住咗嘅。咁呢個幅度咧，你會慢慢就會。就會變成咁樣樣啦。咁你平時行到成日都咁樣嘅時候，咁咪會再咬柴咯。哦，係啦。咁我哋就要練翻個幅度，同埋練翻呢度嘅力啊。係係係。咁就會可以令到你咧少啲，可以即係少啲再重複變翻做咬柴咯。如果你覺得咧，可能就咁咧，嗰個幅度已經容易啦。咁大家咧可以攞一啲我哋阻力帶咧，去箍住一笪位置。咁如果我哋想練我哋嘅外側，咁我哋咧就箍住呢度。系箍住呢个，我哋幻想一个橡筋带，橡筋带咁样箍住嘅，系啦，咁样箍住啦。咁我哋就向外咁样喐，咁就会有少少阻力咧。你系练得好啲，同埋会嗰啲加强到咧呢个小腿咧侧边条肌肉嘅。我而家第三招咧就系要放翻松佢啦。咁有一个位置咧，我哋其实都平时都几难拉到，所以我哋咧就要靠自己去或者揾一啲硬嘅物啦，我哋会去放松翻我哋呢个小腿嘅肌肉啦。我哋攞翻出嚟睇下啦，系咁呢度咧，我哋一个胫骨嚟嘅，系啦，胫骨咧，系啦，有条骨，跟住侧边咧，其实呢度入边都有一条腓骨嘅，咁但系咧中间呢个位置咧就会有条肌肉喺度嘅，系一条直咁样样度落去，咁我哋咧就要喺呢啲位置度揾翻条肌肉，然后揾到自己冤嘅位置咧，又系按入去左右咁样样去捏翻条肌肉，即系如果条肌肉系咁样样。你就按住呢個位置，然後就上下咁樣喐，咁就喺條肌肉嘅肌肉嗰個位置咧，就咁樣
一路咁樣按啦，按翻鬆翻。咁因為有時候咧，我哋成日考柴咧會咁樣樣。嗯。咁呢個肌肉就會拉扯得好緊要。咁你要放鬆，即係練翻之餘，你要放鬆翻咁樣。係，但係咧，我哋喺放鬆肌肉嘅時候，成日都會有個疑問啦。何謂足夠嘅放鬆咧？係要撳到我唔痛啊，定還是每日做一個持久嘅放鬆會比較有效咧？如果我建議咧，就會停大概15至30秒，因為30秒之後咧，其實腦嗰度會 send 一個訊息俾肌肉去放鬆嘅。咁、如果你係想放鬆嘅肌肉咧，其實停30秒度咧係會最好嘅，有個效果喺度。即係可能按壓30秒，然後休息一陣，等你個腦咧又俾翻個訊息佢啊，你係時候要放鬆啦。咁、但係當然啦，都係持之以恆，每日都要做翻相關嘅伸展同埋舒緩啦。咁仲有最後一招啦。最後一招咩咧？我哋一定要練翻個平衡同埋個本體感應翻嚟啦，因為有時候考柴咗，跟住你肌肉差咗啦，咁啊平衡你一定差咗嘅，咁所以一定要有一個鍛鍊肌肉嘅一個練習係加入去嘅。係。咁我今日咧就要一定要起一起身先。係。好。好，阿文森教練，我哋起咗起身啦。咁第四招可以做啲乜嘢去強化翻我哋個足滑又或者個平衡力嘅訓練呢？我哋當然要練單腳嘅平衡啦。咁今次咧，我哋咧就要有縫牆嘅喎。係。同埋一樣嘢要注意嘅，等陣咧，我哋當係單腳做啦。咁但係落地嘅時候咧，就係踢起嗰只腳要落地，一覺得又唔平衡嘅時候，就向你自己單腳嗰個只腳提起嗰度咧就落去。就唔好咧喺另外一邊咁樣，就整交叉腳。咁我哋而家做平衡力嘅訓練咧，就係有縫牆喺度就更加安全啦。咁所以咧，我哋譬如我哋扶住縫牆啦，我哋練我哋嘅右腳先，所以我哋咧就左腳提起，即近牆嗰邊只腳就提起。係啦，咁如果真係有問題嘅話咧，就放落去嘅時候順便可以用縫牆挨住啦。係啦，咁我哋單腳嘅平衡咧一樣嘅，我哋就係少少個膝頭哥咧唔好咁樣蹬直曬喎，要少少曲嘅。然後咧我哋試下用多少少我哋嘅後邊。嘅腘繩肌啦，或者小腿啦，就做一個平衡力。咁我哋可以咧，當然可以喺留喺度咧30秒至到1分鐘啦。咁你做你得嘅話咧，其實可以咧試下放開少少隻手嘅。係啦，咁放開少少隻手嘅時候咧，就係有啲難度嘅咯。但係如果一發現自己平衡到啦，就要撳翻住縫牆先。如果唔得啦，就落翻隻腳落去。咁我問森教練，你會建議大家維持幾耐咧個動作？30秒至1分鐘為止一組啦。咁如果可以嘅話咧？我哋會做2至3組嘅，都係做2至3組。咁當然做完一隻腳咧，就要調翻轉啦。你個身咧就要調翻轉，因為咧我哋係提醒各位咧，盡量將貼牆嗰邊嗰只腳遞起去做呢一個練習。咁你跌嘅時候咧，都可以靠磅牆去借一借力。做翻個平衡，咁就唔會咧滾地葫蘆咁樣碌走咗。呢四個訓練咧，都希望係強化翻你特別係即係腳腕啊嗰個部分嘅關節啦，同埋肌肉，咁就減少咧或咬完踩啊，又或者有時企得耐咧都會覺得攰噶嘛，咁就鬆翻佢咧，翻屋企就會輕鬆一啲啦。唔該曬文森教練，唔使客氣。Hey, 大家好，又是我天赐医师源头管理的时间。刚才大家看到足球运动，大家觉得对身体的健康有什么好处呢？在中医来讲，我跟大家分享脚是对我们身体非常重要，大家都听得多人老脚先衰。脚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呢脚的是非常忍耐力非常强，是我们身体是很忠实的一个好朋友来的。因為我哋身體下肢嘅肌肉咧，其實係佔我哋身體整體嘅骨骼嘅肌肉大概40%至50%，在乎你嘅身體嘅健康狀況咧。咁點解下肢嘅肌肉咁重要呢？其實咧，下肢嘅肌肉個工作好簡單啫，就係收縮、舒張、收縮、舒張。而且喺中醫嚟講，所有嘅經絡係喺肌肉與肌肉嘅空隙之間嘅。所以當你的肌肉收縮舒張，其實亦都喺中醫嘅角度，亦都可以幫助你嘅經絡暢通啦。咁喺生理學上咧，當你收縮嘅舒張咁簡單，身體40%至50%嘅肌肉喺度收縮舒張，幫助你嘅身體嘅新陳代謝幾重要呢？因為人嘅身體所有嘅器官組織細胞都係需要身體嘅新陳代謝嚟
為新的，所以當你的足部下肢的肌肉收縮舒張，那你其實反映到你全身體的肌肉在收縮舒張。另外腳呢還有一個對身體的健康有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功能，它就是消耗血糖。這個消耗血糖也都可以亦都反映到現在都市病最多人，很多人都覺得、有心臟病啊，有糖尿病啊，有血壓高啊，其實呢你通通呢都關下肢的肌肉有關。所以今集呢就要跟大家怎樣去講多些下肢的肌肉和我們身體的關係。所以由降低血糖開始，因為下肢的肌肉佔我們身體 40% 至 50%， 所以當你下肢的肌肉收縮舒張，其實你身體大部分的血糖可以幫到你消化的、因為你肌肉的運動、每一次肌肉的運動它需要的能量就是糖，糖就是我們身體吃完飯多餘出的東西、當然足夠的糖分一定要的，但是太多就會儲存做身體的脂肪，所以好的運動呢是需要揀啱時間。特別我會建議吃完飯一後一個小時後，在屋企又得，出外行路又得，目的呢就下肢的肌肉舒張。行的方法當然很重要，如果你不懂運用行的方法，其實你無論你行幾多個鐘頭，其實你是白行的。所以下肢的肌肉收縮就可以當一定要用腳板底，一定要用腳趾收縮，去腳趾找找地，即是我上次上一集我都提過，當你找找地，其實 你整個人體的豎脊肌由小腿帶到的腓腸肌、去到大腿後面的肌肉，去到 pat 的肌肉全和豎脊肌都是可以慢慢就可以令到人體要伸直，那你身體的狀態精氣神都會出來。接著就為大家介紹三種的、足部的源頭管理的方法。第一種叫腳摩、講明腳摩就是用腳的，不是用手的。OK， 腳摩的方法呢，譬如你在寫字樓或在家裡都可以了，就用腳踭幫自己的小腿的肌肉按摩，千萬不要用手指，因為手指做完呢你要需要、按摩你的手的，因為手肌肉很嬌嫩的，但腳的肌肉呢就不同，用大髀去按摩。按摩的方法呢可以有內側是可以有外側互相做大腦的溝通，還有方法透過它這樣的活動呢的 滾珠的方法呢，其實呢就可以記住90度，當你90度還可以做什麼呢？90度做關節的活動、關節的活動是的，左右前後前後這樣做，其實呢很少的力壓下去，但是呢你可以兩個腿可以刺激到的關節的活動。那關節活動有什麼好處啊？對於關節痛的人，第一防止關節勞損，因為關節當你在關節在活動的時候，膝頭蓋所有關節在動動緊活動緊，那骨膜呢就會分泌啲潤滑劑回來，這些骨膜的潤滑劑這些 lubrication 就是我們的關節勞損那些軟組織需要的營養劑，這些營養劑你不活動它是不會分泌出來，但是這麼輕鬆的活動你絕對可以做啦。好，接下來還有一個運動呢，第三個運動就是家裡大家剛才教了小腿的運動了、OK? 小腿的按摩，那大腿怎樣啊？地拖、當然找一個實淨的地拖，那地拖有什麼好處呢？其實實淨的地拖棍最重要，它就按摩大腿內側的靜脈，可以回流回心臟。那你做完小腿 的肌肉按摩，那大腿的肌肉怎樣啊？這個寫字樓做就不方便了、OK? 就好像撐船一樣，一個腳踩住一個腳做撐船的運動、OK? 左腳放斜少少，咁你大腿嘅外側你就可以按摩得到啦。這個內收肌就冇，內收肌好緊要啊！內收肌講明就可以幫助你嘅小腿、大腿可以提起嚟行路，就唔係有啲老人家行路就靠腹部、靠個骨盤嚟行路。咁當你行骨盤嚟行路咧，其實係咁樣行嘅啫。
咁樣嘅對腹部嘅筋膜嘅勞損係非常強，但係抽唔起個小腿，抽唔起個大腿，因為大腿嘅點解啲老人家行唔到咧？就是、因為內收肌嘅問題，所以呢個地拖就可以幫助你內收肌嘅肌肉按摩。OK， 翻屋企記住做嚇。我哋剛才聽完你的心路歷程分享和這個足球運動的示範之後，我想問這個足球還有什麼冷知識呢？你剛才不斷叫我數，又留意一下它有什麼特別其實呢、足球在給你認知，其實這裡個表面的表皮那裡，你會認為是有什麼形狀的呢？圓形圓形六角形一個波形，好有型。咁其實咧，呢個咧就係截角嘅二十面體啦。咁佢係包含住有12嘅五邊形，同埋20嘅六邊形喺入邊嘅。咁加埋總共係又會有32塊啊，去組成一個足球。哦，係喎，你唔講啦，我都冇乜留意。我成日都以為係六邊形，但係其實咧，佢隱隱約約咧係隱藏咗啲五邊形喺度。哦，咁呢一個其實咁多面，咁不如Yoyo留翻俾你慢慢數啦。我跟阿金輝教練繼續去聽波先嚇。好啦，下星期三點師傅再見啦，拜拜。教俾你示范下呢一个三箭嘅套拳，咁我哋先欣赏下先，转头你介绍我哋喺入边有啲咩动作，各位老友记喺屋企可以训练一下。